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。这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如果用不同的方法来固定，定力弹簧，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？请看示范。先拉慢的。好，来三秒钟，走。拉远一点，没关系，可以拉到三十几。再拉。会有一些噪音，同时也会拉力没有非常的平均。在动作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注意到弹力还是会有一些改变。好，再拉一次。